大家唔好意思，最近真係有啲攰啊，容许我喺时空裂缝入面搵条短片出嚟先，下星期一会有整蛊片睇。话说出咗一条关于做开场音乐嘅片，未睇嘅可以去右上角揿嚟睇睇嘅。而妹妹佢睇完呢条片之后，有个咁样嘅建议，嗱，今次交俾你哋话事啊！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二字大国际》。嗱，点解？就喺呢度。点解啊？真系要用啊？冇错，我所做嘅努力同上次搞屎棍嘢都系一样。都是白費，因為你最有意無意做出嚟嗰樣嘢最好嘅。我建議咧，每一條片都用依個做片頭，佢字都整埋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《二字大國際》。完，係咪先？好過佢本身出嚟整嘅啦。救命啊！啊！大家好，歡迎收睇。就係咁。我开始动摇了，因为其实他都讲得有道理。现在一人一票告诉我，到底你们想之后下来的片是用一号这个来做开场动画，还是二号这个来做开场动画呢？记得在右上角投票。最后都要讲一句，记得订阅 EG 大国仔啊， Thank you。